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，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，中方自12月1日起对法、德等6国实施单方面的免签入境政策，取得积极成效。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，12月1日至3日，相关国家人员入境数量持续上升。6国共有近 1.8 万人次入境中国，日均入境人次较11月30日增长 39%， 其中有近7000人次是通过免签来华，占到6国入境总人次的 39%。这充分说明，单方面免签政策确实给6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。下一步，外交部将持续优化签证政策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，为畅通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。